在我们这个职业里面，每天遇到的都是故事。就像很多的中年人现在说，这个社会对中年人不公平啊，对吧？因为他上面对着父母，下面对着孩子，左边对着领导，右边对着朋友，他一个人要支撑的东西很多，社会对他要求很多。所以当一个人去承担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但是你可能刚被一个问题消耗了你的精力，给你打得半残，然后你要去承担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力量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虚弱的。写的不怎么样，这白谱摆的挺好，这天。这个形式很重要。嗨。你说真的健康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人能够不忘过去，不惜将来，拿住当下，这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中国人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叫过犹不及，我觉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人呢，活在过去的多，活在将来的也多。写字呢就很有意思，你写下去一笔叫过去，写的时候呢叫现在，想着这笔字怎么写呢就是未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别能够对人有一个能让你临下的那种状态，就是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就觉得写字其实是特别好，虽然写的不好，但是哎，对我很好，对我自己应该是很好。你写这个字的时候心思不能歪，有心思了这字就没法写了，一笔都写不下来。你在情绪之下想任何事情都难免带着情绪去想，怎么都没法说真正的去理性客观的去考虑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啊，如果你遇到一件事，这件事让你情绪动得很大的话，静一静然后再去做。就是人生需要一个暂停键，这个暂停键我是这么理解的，有的时候这个暂停是被动的，比如疫情来了，太多的人被暂停了，失业的，然后生命失去的，被迫暂停了。但是抑郁症也一样，如果你不主动暂停，一定会被迫暂停。嗯，啊，休学的，失业的，甚至自我毁灭的。所以说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种暂停键呢？为什么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我们会有抑郁症这个东西出现，让人们精神失常、错乱，不能正常的生活呢？这是要淘汰一部分人吗？后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部分人他因为各种原因，原生家庭也好，性格也好，生活经历也好，他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到底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挺重要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习惯的，活一辈子就跟没活明白差不多，自己要干什么不知道，爱谁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值得爱也不知道，这辈子做了什么，做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三万多天，啊，一顿饭没落，就走过了。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见你的时候，当我们跟你说我们要做这个抑郁症的一个题材的电影的时候，你就说终于有人关注了。终于有人关注了，对，那所以你其实对于这方面的担忧啊，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担忧其实还是担忧大家的忽视，不关注。这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你像最近几年还好，最近几年媒体也在努力，国家的一些机构也在努力，但是你像再往前面，大家生活还没有保障的时候，其实忽略很严重的，不只是周围人忽略，连自己都忽略。我心情不好有什么可矫情的，还要把自己骂一顿。我曾经有一个来访者，我说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会激励自己。我说你怎么激励？我会对着镜子指着自己，你个废物，你怎么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为什么又来到我这儿？他说突然发现这个方法没有用了，而且还更痛苦了。对，就是这种类似的问题。这种忽视其实是让问题变得更严重的一个原因。就好像说
喝水这件事情，如果你每天都在喝生水，没有烧开的水，好像没问题啊，我活得挺好的，对吧？突然有一天得病了，而且你发现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病毒细菌甚至不可挽回的时候，那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重视起来？感受啊，很难讲，我觉得有点难描述。嗯，它更多就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的那种感觉。对于我这种类型的来说，就身上背负很多，但是又没有地方可以讲，没有可以倾诉的，就已经到了写日记已经没有办法帮助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生理上那种反应，就很胸闷，我就喘不上来气，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的。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更会有这种感觉。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亮着一盏灯，我才可以睡得着，哪怕它就是一点点的光。所以它如果要真的说是一种感受，就非常拿一个非常确切的词去描述它的话，就还蛮难的。或者我感觉就是你想挑一个词去描述它，挑哪个词都不太确切，就是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我觉得是吗？也不是，是也不是，就每个人的感受点不太一样。我说嘛，这个我也是个正常人，所以我也抑郁过，没有达到症，但是我回想起当时那段时间的感觉，就是我看所有东西都是有颜色的，我知道那是什么颜色，是黑的，那是棕的，然后那可能有绿色，但是感觉就是黑白的，所有一切都是灰的，就是那种奇怪的感觉，完全没有分辨性。就我知道，脑子里面知道，眼睛好像也知道，就是感觉不知道。啊，就那种整个就是吃什么不知道什么味儿，但是那个词怎么讲呢？食之无味，嚼如蜡。啊。对，就是你也知道那是咸的，但是就是不香啊，就是没有食欲，没有感觉，就对什么都是、啊、不想吃东西。所有的好吃的也不好吃了，味道还是一样的；所有好看的也不好看了，世界还是一样的；所有的颜色都好像没了颜色一样，就是很压抑，很空虚的感觉。就是你奋斗的目标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明知道你这个月房贷还没还完，但是就是不想动，看着事情也不想做，然后看着游戏想玩想逃避一下，但是好像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你玩就是在浪费时间啊，对，然后就很多事儿追着你，对，然后但其实玩的时候自己也很不开心，因为你玩你也没觉得多好玩，只是一种很机械的操作而已，就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那个有点像 3D 变 2D 的感觉，你知道，就你玩 3D 游戏那种立体感突然变成 2D 的平面感，那种感觉所有东西都被降维了，做什么都填不满那种，对，塞不进去，嗯，一个是塞不进去，一个是填不满，就好像你塞什么它都没在那个点上，对对对，然后你就塞再多你也觉得就不够，或者就是跟没塞似的，跟没有一样，嗯。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这种学习能力和成就动机。所以下面这儿我总结了，就是整个这个工作过程中它比较突出的经历和成就。我在接触我妈妈这个病之前，包括我舅舅那一次就是跳楼自杀，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抑郁症什么东西，也没去看过这方面的东西，后来就诊断出焦虑症，我才开始上网查资料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病，原来就觉得就是这个人想多了，心理有问题或者怎么样的，啊，才知道这种是病，原来是有药的，原来是可以医的，才有这种感觉，原来真的不懂。2003年那一次是他第一次生病，那一次之前有半年，我们不认为他是抑郁，谁也没提过这个东西，甚至，
就觉得他说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楼顶住在楼顶了一个人，好像孤苦伶仃的，然后好像孩子以后也不会回来，然后感觉就很孤单，就开始睡不着觉。然后大家就说那你就出去散心啊，你就去北京玩玩啊，找孩子玩玩啊，或者来我们家玩玩一段时间。然后还是不见好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哎呀，你意志力要坚强一点啊，你不要想多了，你这个就是你太那个什么了，你太敏感了，就大家都会劝解，但是谁也没有深入的去发现他这个真的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如果说我有心脏病，我有高血压，我有这些慢性疾病，我需要长期靠药物来维持我的健康，那我会非常正常的说啊，我心脏不太好，我要需要吃药，我高血压我需要吃药。但是像我这种双向需要长期吃药的，好像就如果我这么说出来，别人无法像理解心脏病高血压那样去理解我，当然很多人甚至可能不敢说，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躁郁症，你平常会怎么样啊，有危险吗？就好像这是一个大家讳莫如深的东西，然后周围人的这种态度呢又会反过来刺激患者，让患者更加没有办法坦然的去说这个事情，就要将自己的这相关的一切，无论是药物病例，全都要隐藏好。好像我去做咨询我都不太敢跟别人讲。为什么呢？就是你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就我们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精神病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就是他会接受各种异样的眼光，就是哎，你这人有病，就这种感觉。他可能跟一个普通身上的疾病不一样，就是能得到的关注和同情会少。说这个人如果说啊，这个人得了一个啊，比如说我骑车摔断腿，或者说哎哪儿长了一个什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好好照顾身体啊，然后你要多休息多喝水，然后听大夫的话。但是如果你是精神上的疾病，一类人就会觉得这人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吧，然后还有一类人就会觉得这人是真的有病，离这种有病的人要远一点。所以其实在观念上面还是不太敢跟人讲说我有这方面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我心理方面的疾病，我正在接受治疗，不太会讲。好的情绪和坏的情绪都是我们人的这种精神境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后由你做这种情绪和这种意识的一个主导者的时候，它就不是病。当我们这些过程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可能或者说这些情绪它的这种程度严重性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会上升为这种我们叫焦虑和抑郁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疾病。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这一段时期之内我们做不了自己情绪的主人，而是被这些负性情绪带着走。因为它不是一个能控制的东西，如果它能控制的话，它可能就不是病了。与心理健康素养很有关的一个概念叫病耻感。病耻感就是说，我觉得我比如说我有抑郁症，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告人的，我会觉得抬不起头来，别人知道了之后我觉得很丢脸，也会因为这个就不愿意去求助，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第一种最常见的话就认为是这个人比如说性格不好，甚至说觉得他太较真了，太作了，感觉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不好，神经病，疯子，然后骂人说你有病吧，绝不是说骂你这人有心脏病吧，很自私，不去顾念他们的父母，跟自己作对，我好丢脸啊，这个人是不是意志不坚，永远比人家低一等，那种感觉。很多这个品格上的东西会下定义，因为我不好，因为我的原因，因为我想不开。能根除抑郁症吗？那如果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能根除感冒吗？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心理问题本质上就是个健康问题，不是什么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它就是一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说大家对它的认识我觉得还是很不充分的，就是很多患者其实他就医的意识就不强。首先他就跟感冒一样，你不可能去防着它，因为它在病毒在大自然界就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积极的去面对它。一般人对感冒的这种印象，就首先它是一个小病，对吧？它可能会引起我们一些不舒服，但是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就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抑郁症也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抑郁症这个疾病有一个充分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抑郁症，并不会说像现在它要一定很严重，或者持续时间很久，他才能走到医院里来。他可能就是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能意识察觉到，把他识别出来，来进行干预，那他就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他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健康的渠道，大家能知道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找谁。我真的见过抑郁症，然后结果去找的是，这是做法的。对，你不能说不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是有心理安慰的。但是怎么去解决根本的问题，它一定是有很多具体的事情把它构成的，或者说是塑造出来这么一种病耻感的。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们在讲到一些问题，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特别难的一点就是说，他也认识到，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是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东西很关键。所以我们现在在讲我们要关爱这个群体，然后应该怎么去关爱这个群体，其实讲的已经是比较多了，但到底应该怎么去关爱他，教他们那么一两招三四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得传递的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上的说你应该是什么，还得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而不仅仅是说关注。就你先关注你的情绪，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不太能高兴的起来，做事儿不太有兴趣，很容易累和疲劳。同时呢，可能你睡眠是否有问题，饮食是否有了问题，你是否有一些觉得没有希望，无望感，然后你是否觉得注意力记忆力不集中了，受到了影响，甚至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如果有上述我说这些情况持续的时间呢已经两周以上了，那你完全可以寻求专业人的评估。其实这个评估是我要强调的，评估不代表用药。就我们需要让专业人士帮我们去判断你是否应该接受药物治疗，你还是接受心理治疗更合适等等，就是这种求助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心理健康素养呢？其实就是三个核心词。第一个呢，就是知道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掌握一些能够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状况的技能。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心理健康的意识，就是知识、技能再加一个意识。它更像是比如说科学素养啊，我们是不是真的重视心理健康啊，所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说起来呢，我们在十二五期间呢做了一个全中国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的抽样调查。我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抽了样。抽样调查的结果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以叫终生患病率这个指标，就是从调查之日起你有生以来有没有得过精神障碍，包括一大类的我们叫心境障碍的终生患病率达到了7.37%。你算算，咱们如果是这么大的人口，8%就到1亿了。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精神障碍，只是说呢它表现不一样，程度不一样，影响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大家对它重视也不一样，这个诊断和治疗也不一样。你像我们现在社会节奏这么快，我们大量的人都在每天面临着一些外在的这种或多或少的这种精神压力，在这种高强度的高压力的这种职业状态下，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抑郁焦虑的问题。那背后的原因区别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人跟人之间的话，它还是有一个生理基础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就科学上就研究也是发现，就是这种抑郁焦虑它是有生理基础的。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大脑的功能或者神经内分泌的功能，这些功能的话，某一些它是和这种情绪的稳定性、情绪的快乐的这种体验密切相关的。那如果说我们大脑或者神经内分泌的一些功能产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减退了或者衰弱了，或者说一段时期之内调节功能跟不上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保持一个稳定的快乐的良好的情绪基础的这种生理基础就不存在了，出问题了。那相应的话，就是我们表现出来这种精神心理情绪的这种外在表现就可能是消沉的、低落的、负面的。
表现出来就是抑郁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生理基础是最容易被一般人不了解和忽略的，而简单的说把这种抑郁症归咎为一种心理问题或者压力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每个人的身体比作一个土壤，我这个土壤呢可能更适合于长抑郁症这个苗，而另一个人的土壤呢他可能更容易出现比如说其他的高血压呀或者说是癌症啊这样的苗长起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土壤不同，它长出来的疾病的这个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辩证的时候呢，我们要治疗病，我们要看到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病下面的这个土壤。治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去改变那个土壤，因为只有这个土壤改变了，即便是那个疾病的种子再来了，这个土壤改变了，这个种子也不会发芽。大家吵架频率基本是一周一次，而且两次，一周两次，而且很记得，就周二周四特别容易吵。为什么周二周四？不知道，就是个规律，我当着。对，就是我，这是你发现的规律。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好玩的是，从小到大，我一到周二周四情绪容易不太好。哦，那你小时候周二周四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上的什么事件发生吗？不知道，但是从小到大好像就是包括以前读书的时候，周二周四比较容易发生不好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就大三第二学期是我第一次确诊抑郁症，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我情绪的不稳定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就是导致我这个生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家庭的因素。我在一岁多的时候就被送去了农村爷爷奶奶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是缺乏一些安全感的。毕竟我并不是和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而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其实一直非常希望能够回到我父母的身边，我姐姐那个时候已经在和他们一起生活了，所以导致每一次的周末他们去爷爷奶奶家看我，然后走的时候我都是会跟在他们后面一路哭一路追。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即便是现在那些画面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每一次他们的一个离开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哪怕说自己回去哭哭哭哭累了睡着了，醒了之后又可以继续，但是每周一次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后呢，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哪怕说我姐姐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也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她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而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他们可能会一起去旅游，而我在爷爷奶奶家。其实对我姐姐来说，我没有办法和她保持一个很亲的关系。后来我回到家了以后呢，我姐姐对我也是一个比较有敌意的状态，因为她觉得我的回来是让父母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尤其是我妈妈会经常跟她讲你是老大，你要让着你妹妹啊，这是我姐姐非常反感的一件事情。等到后来等我上初中，我姐姐去了内高，家里面就只剩下我一个孩子。但是这个时期是我爸爸妈妈关系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他们糟糕到让我觉得非常的厌倦，我既害怕又厌倦，因为每一次他们的争吵之后都是我去给他们收场，我去做这个收摊子的人，我努力的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不让自己去听见他们的那些争吵，但是很难。我妈妈是一个比较神经质的人，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每一次吵到最后她可能会晕过去，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跪下来求我爸爸要离婚，有一些非常完全丧失理性的一些行为举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去出面去喊醒我妈妈让她恢复意识，或者是陪她去医院，或者是去制止他们的这个争吵。爸爸妈妈好像默认了这个工作就是我的，我爸爸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就导致我在家觉得非常的痛苦，我特别特别想要逃离家庭。直到有一次，在他们大吵一次的时候，我好像是因为应激半夜发高烧，听我妈妈说我整宿都在喊
爸爸妈妈喊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守了我一晚上，然后这次就和好了。但是我依然想要去远离，我不想去再做收拾他们烂摊子的人，也不希望在他们每次吵架之后的冷战过程当中，那一个月甚至三个月的冷战给他们当一个传话筒。我觉得这样特别特别的辛苦。最重要的是我会同情他们每一个人的压力，但是他们并不会去想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遭受了哪些，反而会将自己两个人分别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全都倾泻到我这里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承担的重量，这就是我会选择那么早离开家的原因。我变得非常的敏感，我知道他们的每次接电话的语气背后可能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时候我又开始自责，如果我在家的话是不是就会劝着一点啊？如果我不在家，我妈妈又晕倒了那怎么办？没有人陪她去医院要怎么办？然后这种时候就只能够自己去心理房去藏起来，一个人晚上哭。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好朋友讲过我家庭的状况。每一个人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都觉得我好像生活得特别的幸福。我来自一个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条件都非常非常好，关系非常和睦的一个家庭。他们觉得我爸爸幽默风趣，我妈妈善解人意，但我知道我不是。可是我没有跟任何人去说过这件事情。我今天刚才在病房谈了一个孩子，他就现在在我们病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特别在意别人，他不能把他抑郁的情绪告诉别人，他觉得他不能让别周围人不高兴，如果我说出来让别人不高兴呢，太对不起他了。所以他会明明心里不舒服，其实很痛苦的，但他不能把这部分展现出来，甚至他会担心我万一我展现出来别人会怎么样，所以他会强装欢笑啊，他在别人面前会很好，甚至所以他会觉得到病房里他会放松一点，因为在病房里他父母不在他身边，然后周围的人不太熟啊，陌生，然后我们专业人员呢大家就比较稳定性还好，好像对他有什么波动呢不会反应那么强烈，他会放松一点知道吧啊。所以这种孩子我就说对你来说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本身你就有抑郁，你就需要自我照顾，但你会分散出很大的一部分精神能量去照顾别人的感受啊。这个有时候周围人都不知道啊，包括他的父母或者他的朋友都觉得还挺好啊。所以他等某一天他自伤自杀的时候，因为他人前人后差别太大了，所以会更多的不接受，而这种不接受或者指责反而又强化了他的负担，所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哪一天比方说他能够把心打开，然后他想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出这些他内心的痛苦的时候，这个人能接纳能稳定，不受他情绪的影响，让他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愧疚感，他才能说哦，那我试着我自己不一个人扛，我试着表达出来，我试着不要造成这种恶性循环，他的病才能往好了走。因为现在这个病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我妈妈这个属于老年的，还能够让人多少可以接受一点，可以这么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得这个病，我陪我妈妈看病的过程中，就是我太深刻的体会到，我才知道这个病现在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就是在我们论坛里头最积极的一群人是谁，就是发表言论最多的是孩子是抑郁症的。孩子是抑郁症的，他们会经常在里头去讨论，都是这样的一些妈妈或者是爸爸也有，然后说那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发病的呀，会去沟通，特别是新进来一个新人的时候，如果这个新人是一个孩子这种病患的家人，他们会很多的去沟通，反而其他的发言就比较少，可能这种关注就比较小啊，因为孩子还是一个家庭的这种主心骨嘛，就是一个家庭的重点，还是会不一样。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最大的压力，那肯定就是考试的成绩。就是考试的成绩，其实如果没有就是家长对我的期待，或者是跟同学那种排名的进行比较的话，那我其实是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因为考试本身就是对我自己目前阶段学习情况的一种检测，我是很乐意去考试的。但是呢，加上那些外力的因素，就很让我去恐惧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应该去消除这种恐惧，这样的话在每次面对考试的时候都能尽量的心态平和。包括考试之中一些很大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的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就导致我非常紧张，然后临场发挥就不是很好了。就说其实反过来心理健康还会影响成绩的发挥。对，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学习是因为我想就是考一个，就在中考的时候就是成绩很好，考了一个好高中，然后考好大学，然后因为那样就能得到一份就是好工作令我自己满意的工作。但是我就是又思考我得到好工作就是又是为了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身边的人就是都在这样，而家长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应该是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现在好好学习是为了让我以后我有能力，就是有时间有基础去干我喜欢的事情。我们特别喜欢说成长大于成功，是吧？这样的孩子就会更健康，这个很重要，心理这一块的补充就必不可少，是一种防护吧。这个成长大于成功，我觉得就是说得特别好。嗯，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孩子在一味的追求成就感的时候，其实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成败的结果，他会怎么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学校抓住了他成长这一块的课程的话，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对，当他成长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阻碍，他很开心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那是一件好事呀。那我们开开心心看着他们就往前冲。但是一旦他会遇到问题呀，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这样的特点，那么他是有保护的。青少年这个阶段他的情绪会有一些波澜的，然后呢他应对生活的这种他的认识和经验是不足的，所以有时候会卡在一件事情上之后，就会把这件事情放得很大，他情绪就会围绕着这件事情，就是一叶障目，就看不到其余的生活，就好像卡在这里就很困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家庭和学校都是需要支持，就是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可以情绪舒缓下来，然后呢退一步再去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是可以绕过去的，以后再来解决。是个逐渐放手的过程，然后现在又普遍教育上和社会上会对孩子有高度的过度的关注，甚至有，那么孩子这部分自主动机就不容易被满足，跟他成长的动力相比，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虽然他很磕磕碰碰的磕绊着，更多的是要考虑到怎么支持到他这个自主，怎么能做一个协助者，能更好的让他自主，就要得体的放手嘛，包括家长是吧。而且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健康也好，幸福也好，并不是空对空去说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去说的。他以学习为本，然后他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成长，那么一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他很想追求一个好的成绩和名次，但一旦不成呢，那会不会就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挫折的一个机会呢？也是教育的一个好机会呢。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处理，处理好了他的心理素质就又增强了，他的心理韧性又更好了。一个坚韧的人是我们培养的目标呀。所以我们在做一些特别是对家长科普类的讲座的时候，家长一定会花更多的精力去消化你这个孩子的问题。在消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把孩子的情绪和状态考虑在内，不能首先考虑的是就是我们孩子的这种比如说纪律不好或者学业不好，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做了那么多努力，但孩子还是让我又一次的失望了，不要陷入在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中。但这个其实也是要求家长日积月累的能够有一种
好的心理健康素养，能够不仅仅意识到说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影响孩子这样一些知识层面的东西，还要在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有调控能力，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技能。可能更像一种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在阶段性来说，对于学生来说，他的主业就是学习，但是这个时候遇到问题怎么做，他的抗挫折能力，他的心理弹性啊，然后对于长期来说，如果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过了，所以永远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一个如何去平衡。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最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来访者是高中生，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我给他做咨询。因为一个女孩来自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然后出现了很严重的抑郁，高中生。然后呢，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她和她爸妈一起来。然后呢，我会发现说亲子间关系非常的激烈的对抗，他们的关系很不好，马上就吵架了。吵架吵什么呢？吵架的内容就是他们在争论一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截然相反。这个问题很普通，叫做什么是幸福。他的妈妈父母六零后，他们呢出生的环境是北方农村，这个小镇做题家，一道一道题奋斗，书包翻身，然后到北京，然后读完大学读博士，博士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拿到北京户口，是吧，在北京工作。他们的人生就是很典型的60、70后靠自己个人奋斗，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的这样一个人生。所以他们的答案是幸福很简单呀，吃得饱穿得暖，人生就很幸福。这个答案对我来说都有一点陌生，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我在城市里长大也没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个孩子的父母来说，他们真的就经历过这么贫穷的时候，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努力改变了自己命运。但是他们的00后的女儿听到这个以后就很愤怒，她说：“怪不得你们一天到晚说我，你们觉得我现在已经过得够幸福了，对吧？从来没有吃不饱穿不暖过，你们觉得我应该知足了，对吧？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就是幸福。那很简单呀，他没有匮乏过这个东西，他与生俱来就拥有过，从来没失去过，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们父母来说是珍贵，对他来说，他是默认想。”那我就问他呀，00后的女生，我说，那对于你来说，你看啊，他已经愤怒到甚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程度了，那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幸福其实也很简单，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我父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对话，这就是我的幸福，但我从来没有被赋予过这样的权利。所以其实这样的回答也非常典型，很多时候儿童青少年的问题和父母之间的问题是来自于好像我父母要替我决定一切啊，有的时候会说，你们虽然说让我做决定，最后我说还是得听你们的，就算让我做决定，你们一定会证明我的决定是错的，所以我的人生从来不是自己的，都是你们的，那你们要你们就拿走吧。上大学选专业之前，我有几个考虑，就一个是服装设计，如果是去国外的话就是服装设计，如果在国内的话是会想考古或者学法医，都是我最想做的事儿。还挺酷。对对，但都不太被认可，完全被否决，就是当时家里的态度就是，你如果想学这些，那你就自己出学费。对，然后就尤其我觉得学设计，我自己评估了一下，我还是挺难完全出学费的，所以我就放弃了，就选了一个父母会觉得可以接受我的商学院。学完了以后出来，可能虽然不是每科都很精，但是就业面很广呀，他们会很愿意看到这件事，那就这样做吧。然后就学设计这件事一直就是一个遗憾，包括因为我想学设计，我最近在外面自己报了一个这类似于集训班，然后去学素描。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因为感兴趣，然后想去学，然后一直没能付诸行动，我觉得特别的憋屈，就是那种想做不能做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要学习呢？我要上一个好大学。上一个好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才能找一个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呢？就是挣钱多。
那这个学习成绩的功利化和工作的功利化是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不是说错，就是说我们要生活，肯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财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由。如果说我们后面学习的价值观是要出人头地，要比别人强啊，要挣更多的钱，或者要好更好的成绩，以此为目的的话，那可能就会把人逼到一个很窄的路上。但如果对于我来说，学习也好，研究也好，就是兴趣，就是喜欢，那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因为我做这些事情感到抑郁和苦闷？如果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焦虑在谋生上面，我们现在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我们甚至已经小康了，甚至于在往更发达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人类社会就是要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这不是富贵病，而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物质满足的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是要在精神层面要有更多的创造发明，更能够对全人类有贡献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创新和创造可以自我肯定，这是人的本性，非常重要的本性。我们不妨就把他们叫做学霸，他可能从小这种生活境遇很顺遂，然后他学业各方面表现一直很优秀，就是他的所有的这种生活学业发展全是按部就班的，比如说按照家长或者按照老师的期望去进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他是没有这种主动的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和参与，这些东西是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或者是不是真的是发挥他最大才能和最大兴趣的一些发展方向，很可能并不是啊，他只是说在某些常规的社会规则下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所以就说很多人是在这样一个选择中可能一二十年就过去了啊。所以说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快乐，因为他本身很聪明啊，然后就是也算是有天资的孩子，然后表达能力啊都超出同龄人很多，所以说我就希望他能简单快乐，不希望他能延续我小时候的那些性格，比如说有点懦弱啊，有点胆小，好像看来这个还是遗传的基因比较强大，他依然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不希望给他太多的压力，也不希望他重新把我的老路来一遍，但是没办法，因为我只是父亲不是母亲，母亲就会相反，就会把所有的这些童年的这些快乐给他降到最低，然后强加一些成年人的所谓的对他好，我是为你好，我为你报十个班，就是每天他的生活是像军队一样，有表的，几点到几点上什么课。当然了，有人安排他的生活挺好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活得这么机械。所以您跟太太的这个是两，我们完全谈不到一块去，完全谈不到一块去，完全谈不到一块去。对，育儿观，各种观都好像不太好，不太三观不太一致。现在的学生家长都望子成龙，那可能说从幼儿园之前就开始早教，对吧？那在他整个上学的过程中，家长把这个孩子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就是包括他的玩耍，他都是学习的一部分，那他可能有十几个兴趣班，家长看起来可能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就强加到孩子身上，但是就忽略了这种孩子在他这种童年心灵成长的这种过程中，他是需要一定的空间，他也需要这种同伴的交流，他也需要一定的自由度，他也需要就是说发挥他个人的这种兴趣和爱好，也来有一个指向性，而不是说当做一个傀儡或者木偶，然后一切按照家长认为的正确的这种社会规则来进行。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听着那个父亲对那个女儿说，你没病，你这不是问题，就是心情不好而已，其实你没事儿，对不对？那女儿就低着脑袋也不说话，哎，你看其实没事儿，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哪有事儿啊。就他一再去否认，他想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让女儿觉得这就不是事儿，然后就过去了，心一宽就过去了。不是的，就是你忽略我的感受，你不承认我痛苦，这是很多抑郁症的人面对的问题。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这个人就是矫情，啊，什么抑郁？你就是这个人有问题，性格不好，小心眼儿，太小心眼儿了。
你把什么事儿都当事儿，就全都是这个。我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在表达的时候没有被听见。然后我就是顺着这个想法，我自己去回顾也好，包括现在回家会跟父母沟通，我就会觉得，说了也没用，因为我说了很多长篇大论我的想法，父母完全没有接受到，他会反馈给我说，你应该怎么走，就特别难，所以慢慢就习惯的我不想去表达，因为说了也没有人懂。说了他们可能也不在乎，这种感觉。学校如果说因为有一些问题批评这个孩子，然后呢跟家长沟通，家长如果觉得想的只是自己的情绪，就是很生气很失望，然后呢没有先去处理孩子情绪，先去宣泄自己情绪，他就可能会加压力到孩子身上。那么如果说学校的这个部分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有时候他的一些状态和家庭支持的情况，因为这是不容易考虑到的，其实没有足够多的经验是判断不出来的，但经验多了有的老师能判断，就是有的老师会发现有的家长是不能叫的，就是他如果批评这个孩子告诉家长，然后这家长回家就打孩子一顿，然后并没有带来好的教育效果。他如果单纯的就是去批评了学生，给学生以相应的这种处理，然后跟家长沟通了，那么学校这个环境里就没提供足够多的支持。当家庭和学校都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支持，孩子自己又缺乏那样的应对的经验，他又在很强的情绪之下的时候，这就会产生一些激化的问题。青春期大家有病没病也知道，青春期的这个孩子是很特别的，父母一定在这阶段首先要调整你的养育方式。孩子一旦跟你逆反了，你马上第一个警醒说，哎，孩子大了，他们本身还有好多的心理任务，比方他要形成对自我的看法。我知道我妈给我的是不对的，我不想考这个大学，不想学那个专业，但我想学哪个我还很困惑很茫然，这是他们在这个阶段也要形成对自我的一些看法，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将来想干什么，又很想找这一部分。然后父母的力量很强，他一直就在卡在这个阶段啊，都跟父母的对抗中。如果父母一再的去突破他的一些界限，会让他这部分是形成不起来的，所以这个孩子可能你说一直困惑下去，他要解决不了的话就容易形成抑郁啊。那我们其实就是采访到的好几方的人的表达，当然都是这样的，是吗？都有那么说，就当然我们不能一味的怪罪于是原生家庭，但是家长也确实要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当然家长也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这个它是一个平衡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以提一提，这样就是要策略的提，因为家长如果能意识到他的这个问题，他会及时的去纠正啊，然后跟孩子加强的去沟通，比如说我接受我孩子的这种负心的情绪，目前的一个状态，我会反思我自己，不是孩子怎么理解，是我自己说的方式啊，是忽略了什么问题，那我怎么去改进，我怎么给孩子一些支持，比如跟孩子去陪伴呢，我给孩子一些我是一个建议啊，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啊。往往如果家长真能很好的来识别出他这个问题，改变跟孩子的沟通交流方式，这些孩子的愈后是很好的。你就包括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去跟孩子沟通交流，然后就会看到这种现象哈，孩子还没回答的父母就替他回答了，孩子还没表达的父母就都替他表达了，这是一种现象。另外一种现象，比如说就是孩子回答有需要补充的，比如爸爸在补充或者妈妈在补充，另外一个家长就会马上就会反驳批驳这个补充回答的这个家长，你说的是错的，你怎么能这么回答。因为整个在这检查的过程中，他的那个家庭关系家庭氛围就很清楚了有时候孩子在这其中左右为难的，来了对孩子的治疗，他不治疗的不是孩子，可能还有父母。第二呢，就是药物只能改变孩子一点情绪，但真正能让孩子走出来的是整个家庭氛围、家庭关系、家庭教育方式的一个改变。但是根本家长就不认为他有问题，好多家长意识不到，所以说他会认为你在宣传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有些家长本身自己其实非常的偏性格上。
偏执。对，所以孩子只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就是他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为了适应这个家庭氛围形成的目前的这个状态。这个词儿叫一个 adaptive， 就是孩子逐渐的他变成这样，他不是一天两天，这个纠正起来非常难。所以真正恢复的好的，往往家长他会就是他能会从自身身上去找根源，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就带着孩子一起努力，一起去运动啊，就是一起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参与，来建立一种这种沟通方式，交流方式。那时候特别特别严重，就是已经生完孩子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就是脾气暴躁，然后瞬间又特别抑郁，就是什么都不想说，就无缘无故就想哭，就那种看着孩子都烦，看着我先生我都不想跟他说，但是又想跟他说，说了就是开始闹，就是有委屈我都就那种哭的都不行了，但表达不出来，就那种感觉。那时候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引发点可能就是坐月子的时候，我先生不在身边，我婆婆在照顾我坐月子，当时还有月嫂，那时候其实就是有很多不快乐就产生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回想的时候，我觉着说是产后抑郁，我产前也可能会有点抑郁，因为产前我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跟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那时候就很压抑，因为我也是因为就是孩子当时有一种先兆性流产，所以在家保胎，就把工作也辞了，就是说跟社会的关系基本上都断了，就是说又回归到了原生家庭那个环境中。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时而感觉快乐，就是觉着清闲，但是有的时候又觉着没有朋友聊天，然后先生又不在身边，还就是孕期反应也挺严重的，就各种情感压抑在一起。再就是看见老人毕竟老了，整天念念叨叨呀，我奶奶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都在一起。所以到了生孩子以后，就是在那个封闭的环境中也不能出去，而且又是婆婆在身边，就是怎么都感觉不自在。我在上学的时候的确有过想跳楼自杀的感觉。上学的时候？是大学高中？不是，初中吧。初中的时候？对，初中的时候就是我父母基本上不在身边，然后当时数学跟不上了，就那段时间特别要强，因为早期包括在小学的时候都属于成绩比较优秀的，但是越往上年纪，就可能就是说优秀的同学越来越多了，然后再加上家庭里边也不能说没有温暖，就是感觉回家没有人我父母基本上都是经常有的时候八九点回来，我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然后自己上学或者什么的，就是慢慢的我就觉得我应该听话，不应该让他们太累太辛苦。然后我父亲也是当时刚进报社，特别特别累，然后整天写稿子，就是半夜写，抽着烟，因为他毕竟他也不是专业，他也在学习，很累的那种。所以慢慢就形成这种习惯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只要不是什么大事儿，就不怎么说。这个过程中，说实话很影响，也是影响了学业。然后上高中了，我妈就回归家庭了，就主要就是照顾我。然后我父亲也是慢慢的就是稳定下来了，他们就把他们的关注都压到我身上了。那时候我反而觉着不需要了，就是一种压力。他们虽然说，哎，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啊什么的哈，就内心的就想法就是，该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在，然后我现在想追求自由，就不要再找我，就是来一直关心我了，就是这种，就那时候，高中没太有印象，可能高中太忙了，然后上了大学再就没有这种想法了，可是产后抑郁的那段时间，就是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有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种活着有意思吗？但是现在很模糊了，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不知道是刻意的去回避，还是觉着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就是说那之前都成了过往了，就那种感觉。
直到有了孩子以后才慢慢感受到父母的那种付出真是不容易。当时我先生跟我提到这一句，我找到心理咨询师，多亏心理咨询师跟我这番疏导，我才开始慢慢的就是转变观念了，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了。婆婆知道那段时间就是她的对待你们的方式其实对你造成困扰吗？我觉得她会感觉出来，毕竟我属于那种情绪非常容易外露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很感谢我婆婆。其实我能感觉是作为女人，她应该内心也很伤心难过，毕竟她是出于好心，是不是？主要是我当时我说的话也对她来说也挺有伤害的。但是现在我们俩见面还能就是各种聊，我有的时候跟我先生开玩笑，我都说我感觉我跟咱妈说话的时间比你跟妈说话时间都长。我觉得肯定生活中很多人跟我也一样，之前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因为现在可能近两年啊，有时候在新闻上会知道一些产后抑郁相关的报道，但是之前好像都完全没有听说过。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生产之后很多女性会出现抑郁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身边的大多数女性大家都是抱着一种喜悦的那种情绪，然后来到这儿之后其实才知道原来产后很多女性会表现出抑郁，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自杀，甚至有的会就是虐婴杀婴这种问题，其实在生活中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比例也很大。之前你也知道，我就是参加了一个演讲比赛，当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底下的评委其实只有一个是女性评委，但是下面的选手大多数都是女性的选手，所以当时那个评委在听我演讲的时候，好像大家表现的没有很有感触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演讲完了之后下去了之后，有一个女选手就是看着我特别激动，当时我还有点就是感觉怎么这么激动啊这个姐姐，因为我们第一天认识，但是她那天特别热情拉着我说我觉得你讲特别好，我当时特别有感触。她说是因为她之前生宝宝的时候也是产后抑郁，然后当时她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就是看着那个窗户自己就想跳下去。之前可能懵懵懂懂觉得好像我研究的课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经历过这件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课题一定要研究下去，因为真的很多人在经历这个疾病的煎熬。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发现了一个比较有经济价值然后比较有效的药物的话，能够保护这些怎么说又勇敢又脆弱的妈妈的话，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抑郁症的影响不是一个人心情不好的问题，就是他最后的结果不只是一个人心情不好，然后最后他可能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他对整个周边环境都是有影响的。一个抑郁症在一个家庭里面，首先这个家庭里面大家的情绪状况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去帮助抑郁症不是单独帮助这一个人，也是在帮助一个环境啊。然后抑郁症也会起到一些连锁的反应，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有的那种产后抑郁的人，对吧，他不是自己就结束生命这么简单，他还带着两个孩子，他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去结束他的生命。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有些人来给我们点支持？其实我们去能够去面对那些抑郁症的病人，其实也在去面对自己，我们也有抑郁的时候。负能量不代表我们自己没有啊，我们也有整个状态都特别差的时候，我们再去关心他的时候，其实在关心整个社会，那么最后会反馈到我们自己身上。抑郁的问题是社会的责任问题，不是某一个人他自己去承担到一个角落里面，不是这样的。我妈妈的大哥就是我那个我叫舅舅哈，他是在97年还是98年的时候就是跳楼自杀的，所以家族也有可能有这种发生的事情，大家开始有一点意识，觉得这可能不是说他心情不好的原因，可能真的就是像我舅舅那样是一种这种病症。然后他后来就告诉我说，他说当时我就已经开始有就是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他甚至跟我姨妈说好像就是要把我托付给姨妈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开始引起警觉，觉得不太对了，然后就开始带他去重庆的专门这种治疗精神这种卫生的这种医院开始去治病。然后直接去的时候大夫就诊断为焦虑症那个时候，然后就一直到18年3月份我父亲确诊这个肺癌。
因为他是从2017年的12月份就开始陆陆续续咳嗽，就一直没好。然后我就回去带我爸爸去看病，去拍的 CT 显示有一个就是阴影，就是怀疑是这个肿瘤，建议进一步检查。我就赶紧找我的一个医生朋友，我就发给他了，然后他就找他们医院的呼吸科的大夫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人家就说不太好，基本上确定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可能已经很明显了。然后我当时头就有点大了，然后我妈说着说着就哭了。当时我说你别着急，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然后我当时晚上就决定我要回去，回去的是星期一的晚上，然后大概星期二星期三在重庆待了2天看医生，星期四就买了机票飞来北京，把一家人都带过来了。就是因为北京的医疗条件要好一些，我又在北京，然后老板又帮我联系到一些就是这个专家，我就决定带我爸爸在北京看。然后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就是从来了北京的那一天，她就觉得自己的抑郁症就又重犯了。其实刚开始知道我父亲的病的时候，那2天他可能只是难受或者说失眠，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这个病又发。他说一直到我跟你回到北京，说一看到那么小的房子，然后这么多人要挤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一想到后面的日子是那么的黑暗，他说我一下好像10几年前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就是他犯病的时候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他说我觉得，而且他说我觉得我这一次走不出来了，因为他也知道后面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爸爸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在知道癌症了以后，他吃饭睡觉都很好，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每天去面对他，虽然心情很沉重，但是你还得装出一种就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有感觉了。那2个月我印象中我妈妈一直是沉默的，就是像个影子一样，就那种感觉，每天好像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就是你们想吃什么，饭做好了过来吃吧，就是好像他就是很机械的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也能理解他心情一定也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顾不了那么多。反而很奇怪的是，我爸爸走的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注意你妈妈的情绪，说那天你爸爸走的时候，说我们发现他就自己坐在沙发上面，他不哭，他说亲戚朋友都劝他说你难受就哭出来，他说我哭不出来，反应是不正常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心里明白，就是因为抑郁症的这种因素嘛，然后但是他就想得很远，这就是他的一个焦虑的来源，就他就觉得我走不出来了，他就觉得我在我爸爸这个事情上这么难受这么悲哀，以后也会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他难过的是我，他担心的是我。然后2019年的去年的大概10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才是我真正第一次带他去就医看这个病。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他已经开始有轻生的念头了，就是经常在我面前去说一些好像安排后事的那种话。他告诉我他的存折放在哪里，密码是多少。他原来在家里话都很少，我们去哪儿他也不跟着，我想带他出去散心他都不去，他对什么都失去兴趣，这个病就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他觉得什么都是消极的没有意义的。我就觉得有一些不对劲，然后他也开始去告诉我，他说你要接受这个过程，说我这样活着是一种很痛苦的事，还不如走了，说这样其实对我是一个解脱，希望我能理解他。家里已经少了一个人，然后我有自己的家庭，他就觉得自己就已经没有家了，然后他就觉得再也回不到原来那种时光。然后他就说，所以我觉得医生治不了我的病，他就一直很抗拒。他说我知道这个是病，他非常承认，但我不想去。我说一定要去看一下，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就为我考虑，你就答应我这一次，我说我们去看看医生，我说这也是一个很权威的大夫，也许是可以的。就这样很不情愿的跟我一块去。去了之后开始他都不讲话，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说了一些东西以后，然后他才慢慢开始去圈数一些东西，然后医生就给他一些鼓励啊，然后包括说重新调了那个药。但是医生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些药都是辅助的，最终是你自己要走出来。好像感觉吃完了2个月的药好像真的好一点了，他就说我想回一段时间的重庆，他说我想那边了，想家了，我回重庆我会状态好一些，我也觉得好像可能会有好处。我说那行你回去吧。像我姨妈什么他们很关心我妈妈，基本上每2-3天都会一个电话，或者有的时候去看看她。
结果有一天呢，可能有两天没联系了，就有一天给他打电话，家里就没有人接，然后我姨妈就吓坏了，就赶紧跑到我们家，一打开门，我妈妈躺在地上，她就等于说吃了很多安眠药，她就是想离开，然后写了一个很简短的一封遗书，意思就是不要送医院，不要抢救，就让她这样安静的走。然后那一天我在上班，我那天不知道，他们都没敢告诉我，怕影响我，然后就把她送到医院，赶紧去洗胃。还好可能吃的量不大，因为我听说好像现在安眠药也都减毒了，可能没有那么厉害。然后都是那天晚上我姨妈才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当时就吓坏了。那天晚上我还没从公司走，然后我姨妈给我打了电话以后，然后我就没法回去了，我走不了路了，我发现我没法去走回家这一段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得晚点回来，我说我得平静一下。他说怎么了？我说我妈妈今天就是出事儿，后来我老公开车从家里来接的我，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一步，因为这是第一次去面对他这个轻生的过程。刚好那个时候是临近春节，我记得好像是还有就是那个三天左右就放假，就是我妈妈为什么会算好这个时间，她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她就计划好，就她都不想让我好像专门请假去处理她的这个事情，她就想着哎走了，正好我春节回去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春节完了以后我又该回来上班了。他想的很简单，他就觉得不要耽误我工作啊，我在家里就这样走了，走了以后春节处理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所以他把这个时间都算得很好的。后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也没有睡着觉，回去了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就是这个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不是正常在吃药吗？不是就是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走吗？那个时候我真的第一次意识到，就是这个抑郁症给人带来的这个影响会那么大。我原来知道它是一种病，因为我妈妈第一次得过，后来好了，然后包括后来我爸爸这个一年的时间也这么过来了，我就觉得好像就在我心目中它确实是病，我非常承认，不像有些人不认为它是病，但好像就是一个慢性病而已，可能一直这么拖着吧，慢慢治疗吧，可能能好就好，好不了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会走到这么极端的一个过程，这是我当时真的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很那个打击是比较大的。抑郁症的药呢，抗抑郁药呢，在有很多这个药上面写明呢，叫用药初期呢要预防自杀，也就是说在情绪没有改善的时候用了抗抑郁药以后就是有动力了，之前抑郁的什么都不想干，连自杀这件事都不想干，那么这个吃了一些抗抑郁药以后呢，情绪呢依然还没有改善的程度，但是他有劲儿了，有劲儿以后就可以完成自杀这个行为了，就可以说通俗点，他连动都不想动，就他就是有自杀念头，但他就不想，还是不想动。这是比较重度的患者，对，就是，但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对，机能就慢慢的，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他就自杀念头还在，然后他也能动。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就会增加的自杀的可能性，所以这也就是说对于家属来说就这段期间要特别要关注这一点。我们以前去比如到我们会下到社区里去做一些义诊咨询，可能正好是工作日，那来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就一聊的话就会发现这种抑郁焦虑啊睡眠问题相当普遍，但是他们可能从来不去就医，可能只有赶上这样的一个义诊咨询的一个机会，我们走入到社区里来，他才来告诉我们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发现里边有还是有蛮多的就说比较重的患者，他真的是需要马上进行一些医疗上的干预。他可能一开始就好奇嘛，他看到有大医院的专家过来了，那他可能过来问，可能就是从睡眠问题讲起的，然后甚至有的不知道你是精神心理医生，他就过来问问，就想量个血压，就可能但是一聊的话就会聊出挺多问题来。所以那我也挺有感受的，我们旁边那个德胜社区当时我们去义诊的时候，我大概就聊了可能七八位老人，其中我记得有三位都是空巢老人，就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子女都特别优秀，国外定居了，他又在国外生活不习惯，他就愿意在北京待着，愿意在自己家待着，就是一个完全空巢的状态。这些老人的就说状态都不那么好，那有的老人还有老伴儿，有的老人没有老伴儿了，就问题还挺多的，再加上他们如果说身体躯体状况如果有明显下降的话，就是说他们可能去看病就医本身遇到的挑战也挺多的，
你看，尤其到现在，我们可能进医院还要去扫码啊，然后去登记啊，用这些智能手机挂号呀，他们都不会。所以就说我们也是需要，就说在这种诊疗过程中，虽然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但是我们还是要需要留出很多空间和这种手段来帮助这些老人们能去方便的去诊疗。有一个客观的事情，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信息化这些手段的，但等到他们步入老年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没有手机出不了门了，那他要学呀。年轻一点的人呢，很早就接触电脑的，他认为默认自己会的东西，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很新的东西，他是真不懂，所以还得教，是吧？我们要相信老年人还是有很多他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妨多一些耐心去教他们。我看到有一个报告，就是让老年人评估自己在一些具体事情方面的能力，然后再让年轻人去评估那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在一些事情方面的能力。实际上年轻人都低估了，因为老年人在这些在很多事情上他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因为老了我们要照顾他，所以社会也要关注老年人，所以就给了他一种过度保护的情况，以后呢他反倒觉得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能，这个其实也不好。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的尊重和爱护，这是一个社会公德嘛，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假设。但是呢，我们要看哪些是他可以做的，他继续去做，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帮助的，我们去提供帮助。所以我觉得在心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也很认同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提供心理服务是他所需要的心理服务，而不是强加给他的心理服务，那就不知道提供的是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老年人第一，他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自己不行啊，自己没有用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能给老年人这样的一种，其实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歧视了，对吧？从现在啊回过头去看，曾经你在处理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你觉得自己可能做的对她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影响，或者做错的一些地方吗？有啊，我觉得很多。就像刚才说到，就是因为我不理解他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去想呢？然后我就刚才说我会举一些例子呀，或者我会跟他非常正式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真的是不利于他的康复的，是没有用的。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不太把这个抑郁症当成一个太大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他没有发作，没有到这么深的，好像他要去自杀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好像大家都相安无事，他就是一种慢性病而已，然后好像我不去面对他就会好了，就是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不是。我觉得走过很多弯路，可以这么说，其实走了很多弯路的。精神科的医生啊，可能只会负责就诊的那段时间的事情，然后呢心理治疗师呢可能只会负责那个50分钟的事情啊，但是中间患者怎么办？家人也不是很懂，哎呀，刚才医生讲的是什么，这个心理治疗师讲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实践，就没有中间的这个环节。所以我们医院也在尝试招一些社工专业毕业的专业的人才来帮我们进行中间消化的工作，联络的工作。反正在我们医院，我们是越来越呼吁能够有社工专业的这样的专业的人员来辅助我们精神心理专业人士的工作的。医生和社工之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就是说这个医生和这个社工都是为这个患者服务的，他们都需要了解到患者的这个病情，包括他的身体状态，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工作的这个状态，然后再为这个患者量身定做一些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呀，或者说是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呀，或者创造一些条件让他更快的回归社会呀，等等，我觉得好的一个合作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从你们的职业的这个经验上来讲，其实你们挺需要这么一个渠道，有那么一群人帮你们。非常需要，非常需要，因为医院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对吧？他在治疗抑郁症患者的时候，他可能只能做到说我用药物也好，我用非药物也好，我解决你的痛苦 OK 了，那剩下的部分怎么样让孩子回去上学，怎么样这个让这个成年人回去工作，这个他做不到，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说医生可能他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他做不了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社工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他们应该是做精神心理两者的桥梁，
做家属的桥梁，做患者的桥梁，做医生的桥梁，就它是紧密让我们这个治疗的单元更加紧密联合起来的这么一个粘合剂。那它在帮我们用它的语言来转化我们不同方的这样的知识，就能够让我们的语言能够被对方所理解。我觉得这是社工要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他对自己的症状有误解啊，不愿意吃药了，不愿意看医生了，然后呢不愿意求助了，那这个时候医生是不可能知道的，心理治疗师也不可能跑到社区，跑到他的家里，那这个时候社工就非常重要了。在我调研过的试点地区，有的的确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了，比如说是深圳，深圳他就在做医疗社工，在做这样的尝试，其实就是扮演起中间的桥梁这个作用，我就觉得是很好的尝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试点呢？试点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机制上的创新，方法上的创新，乃至理念上的创新，理论上的创新，不是仅仅是以往工作的一个简单的延续。那么创新在哪里呢？我是很认同的，就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里面讲到的一个精细化。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都等着来新的资源然后我才去做事情，那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有资源也不见得就可以给到你。不是用惯性去做工作，而是借这个机会去审视一下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资源，我们发展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然后把这些东西更加精细化的整合起来，让资源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才是试点的真正的目的所在。2015年当时呢已经是提出来了，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服务的体系。为什么？有需求了呀，有需求就要有供给啊。有了心理方面的需求，但是不管是公共服务也好还是社会服务也好，如果跟不上，需求得不到满足，那就是问题啦。我是相信大家对这个心理健康素养这个概念的认识在不断的增强，管用不管用，好用不好用，老百姓是能眼睛是雪亮的，他是能够识别的。所以我们之前请同事在查了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带有心理两个字的企业，在过去几年里面那个数量是大幅的增长，但是到了2019年2020年年初的时候又缓慢的开始下降了。为什么？因为肯定这个需求是有一定的量的，那么供给你如果说过多的涌入这个，只是想着要去挣钱，你不考虑自己的服务质量的话，你也是存活不下去的。其实这个手机使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上的这个作息安排，其实会有影响，对不对？对，确实会影响到睡觉吗？有时候会影响，就是就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就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还要做作业，就经常会导致晚睡觉。父母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呢？也就是有些也没有办法管我了，没有办法，也很无奈，对。对对，但其实你自己内心也很内疚吗？确实，因为我不是很想再去浪费时间了。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对不对？对。所以说这个手机的这个设计上面其实挺挑战大家的，就是，又让你沉溺在里边，对不对？就是考验自己的自制力。电子产品这件事情其实呢，成年人也是一样不容易控制自己的，就是人的意志力其实很多时候是它是波动的，你一再比较弱的时候，那么诱惑就会趁虚而入。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青少年他处在一个时间比我们成年人有时候更宝贵的阶段，虽然科技发达了，然后更多的青少年都有手机了，但他们并不因为拥有手机而变得更快乐和健康，反而呢很容易因为拥有手机晚上睡眠时间就变晚。他的睡眠的由于晚睡而缺乏的时候，那么这种缺乏会带来很多维度的身心健康的问题。就现在心理学者从很多角度去看睡眠问题和睡眠缺乏带来的这种短期和长期的风险，短期的可能是降低注意力啊，降低人的这种情绪自控力，人更可能更容易烦躁，更容易这个不能选择更好的聪明的策略。但如果更长时间，它就会增加抑郁的风险，就会使人更容易莫名的情绪低落。就是它叫信息茧房，房就是房屋的房，那也就是说呢，会使得这个人的这个信息来源越来越单一化。就是他这个就相当于说，如果我看了这个抑郁症和自杀的话，那系统会认为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是总是给我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对这个其实信息会塑造我们的一些认知。那如果我天天接受这个东西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太灰暗了。
但是呢基数大呀，你看全国这么大的范围里这么多人有自杀的或者有这个很正常，但是呢他这个推荐给你看的，那你会时间长了会觉得好像怎么都是这样的，他会把人的思维带偏。你要说危害的话呢也不能说特别大的，也不能说可是这个人明天会不会就犯罪啊，这个好像还达不到程度，但是呢人的思维会被就逐渐逐渐就会固化，就我们需要接触更多的信息，就信息来源多样化客观化，这个会使他对世界的判断可能更准确一些。但如果你一天到晚就看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好不了，就因为人的这种改变是可能是漫长的，但是一旦改变之后不好再改回来，就怕这个。社交媒体它会掩盖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面对面的沟通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它在网上沟通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个压力。比如说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要目光对视，哎，我们要克服一个紧张啊或者是这个陌生人这样的一个焦虑或者是紧张的样一个情绪，但是在网上它就没有这个压力，反正是一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嘛。如果人老是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去沟通而不面对面沟通的话，这个能力也会退缩，眼神的交流啊，语言表情思维还有肢体语言，这个对感官刺激是很充分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个平板上就是一个文字，那就丧失了很多的刺激。青少年是最容易适应新科技的，成年人分职业，你如果是 IT 业的还好，那你如果从事的是传统行业的，有很多人他其实去适应这个也是有困难的。然后老年人群呢就真的会总体上非常困难，就是会到一个完全要那个智能点菜的地方，就没有办法点菜，就可能就吃不到饭就出来了。当出现这样一个年龄层上这样一个差异的时候，就会出现青少年跑很快，他们就进入了那个享受科技的世界，但是父母呢是成年人，他可能没有像青少年那么充满好奇的冲进这个世界，有很多父母他对这个世界的沉浸和了解是不够的，所以对如何监管他是滞后的，就是有时候问题已经出现了，然后父母才意识到说哎呀这是个问题，然后很多父母就会抱怨说要把手机从孩子手里夺下来，就会发生剧烈的斗争，然后这样孩子就是会情绪大发作，这可能是一个进入到科技速度带来的这样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所以我们就需要呢从教育系统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人员要更多的发出声音，提醒家庭提醒父母能够及早的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每个平台都有社会责任，就是你不能说我这个平台我放哪块你用你自己负责，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对，尤其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可能他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是为了挣钱。你们现在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去增加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就是他那手机上本身是有些设置的，就比如他有一个就是电子书设置，就可以让整个屏幕变灰，他那个手机失去色彩之后那个诱惑力是降低了。然后还有一个叫健康使用手机，它会给你统计每天你使用了多少时间的手机，然后我现在就在用这两个自带的设备，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你现在一天大概用多长时间手机？之前比较严重，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了。之前严重的时候有多厉害？就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往上，还是平常在学习的时间的时候也这么多。您呢？我一般就是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会把就是那些东西都给删除掉，然后等我把那个事情干完了之后再下回来。因为我觉得卸载又安装，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把它删除之后就没有进去的入口了，就那样就会很能使我专心下来。最近就经常看那个黄渤拍的那演的电影叫什么《心花怒放》啊，还是什么？心花怒放。我就去那个大理吧，我就想，哎，我也一样找个朋友开个车出去玩玩，就一样的。你就发现当时看那个电影，觉得只是一个闹剧，只把它闹剧看了。但现在再看，你会看哭了，因为你就太那个什么了。这男的还挺有情有义的，对吧？就是你会把一个，你会发现这所有的喜剧都是悲剧嘛，这真是真理，真是悲剧，多悲啊！那人最后被打成那样，就因为有人说，你看那老婆，你老婆就在这儿说那个什么的，最后一顿打，
对，就是那件事儿，如果放到我身上，有人侮辱你的前妻，你会不会同样出手？哎，我当时想过也会的，因为他最后说了，那也是我的人生啊。虽然我婚姻失败了，但是我失败的人生，失败的婚姻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所以说这句话我就拿来用了。我虽然抑郁了几次，但是抑郁症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你不能因为有了抑郁，你就把我人生否定了。因为以前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都觉得自己不开心，郁闷不闷闷不乐，不想说话。然后在大学那段时候呢，可能经历了第一次这个分手。哦，在大学。对对对，大学的分手。啊，可能自己也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嘛，就是第一次谈恋爱。当时的自我调控能力还比较差，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很难，走出来。再加上学习压力很大，啊，那当时甚至想过就，哎呀，这个要不要休学了？主要自己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想见到任何人。你住宿舍的话，就难免你要去食堂吃饭啊，对，你要去上课呀，嗯，你要回来住啊，嗯，我就希望能避开他们，所以说我就会把时间都错开，他们。上课去了，我晚点起来。吃饭的时候，我去别的地方吃。后来有朋友说，要不你去看看心理医生。我说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你不太对，因为以前你都是嘻嘻哈哈的，现在每天看到你就是没有表情，啊，然后也不怎么说话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寻求帮助，也不知道怎么去，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啊，也没有跟家里人说，因为我从来不愿意跟家里人说这方面的事情啊。然后我就靠自己的调节扛了快半年时间，也就正常了，又可以学习又可以生活了，我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这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有抑郁状态，是不是抑郁症不知道，但是肯定有抑郁状态。但直到我到了工作以后，当时我在神经外科轮转，急诊做了一个手术，是一个小伙子跟我同岁，是因为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肠道感染，没有及时的治疗，然后肠道感染的这个脏的血啊，就流到脑子里去了，啊，流到脑子里之后呢，这个脏的血就变成脑脓肿，脑子就会胀，脑子一胀呢，这个头就受不了了，我们就要急诊把颅骨切开，拿掉一块颅骨之后呢，这个脑子就会膨出来，膨出来就要把这个多余的烂掉的脑子切掉，才能叫做去骨半减压术，来给他这个治疗的机会。但是因为他的症状太重了，切完之后呢，基本上变成植物人了。我同岁，然后也是有漂亮的女朋友，特别好的家庭。那我发现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就变成植物人了。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给他去换这个药，啊，你知道这个换个药一次要一个小时，因为每一层你都要仔细的清理、处理，然后那个味道是巨大的，因为脑子整个落在外面。所以说我给他整整换了一个月的药，那他也死不了，我还要给天天做这个事情，我就抑郁了。我就觉得我在做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见到的东西太痛苦了，同龄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你看着他还活着，但实际上已经死了啊。然后他的脑子在外面，我天天给他清理脑子啊。你能想象我那个一个月的状态吗？就完全沉浸在一种奇怪的恶心的反胃的气味中，面对着一个不能救活的人，面对着他们家里人所有的失望的眼神，然后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医生，我要救人，完全崩信仰崩溃。我觉得医生好像太无力了，啊，那个时候突然我就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抑郁状态，那个时候就很严重，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了。我当时在学校里，我躲躲同学就好了，那我在病房里怎么躲病人呢？哎呀，那个时候就太煎熬了，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都不是自己的，是来自遥远的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啊，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痛苦的不行，就想迅速消失在所有的人的眼中，以至于那段时间因为自己的精神注意力不是很好，甚至差点出现医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太严重了，我可能干不下去了，再干下去肯定是这个要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就搭进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应该去看病了，我自己告诉自己应该去看病了。然后那个时候正是自己抑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突然母亲那边又被误诊，她被误诊为胰腺癌了。她被误诊为胰腺癌了，黄疸指标超出好几十倍，胰腺有占位，肝上还有个占位，以为是胰腺癌肝转移。因为我自己是医生，我就知道那就生命就三到六个月了，
做手术、化疗、放疗也就这样了，当时就完了，崩溃了。然后那时候你还不能显露出自己崩溃，你还得帮着母亲去看病。啊，父亲把片子拿过来了，两个人商量告不告诉你妈。我说别告诉，告诉干嘛？还这么敏感。那给不给他做手术？叔叔，那别做了，不做手术不化疗，这是我们的结果，不能让他痛苦。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塞，那我还得再撑一撑，对吧？感觉世界末日就快到了，就所有的不顺，所有的倒霉事儿都砸在我一个人头上。然后我就带着我妈这个片子去各种科室去看，啊，结果得到的消息都不好的，说哎呀，这个可能就晚期了，哎呀，怎么着，别做手术了，或者你那个再试试这个药。直到我找到了一个师姐，她仔细的给我看了所有的片子，她后来告诉我，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来找我，我告诉你，妈妈这个肯定不是肿瘤，这是一种什么这样的病，就是一个免疫病，它特别像肿瘤，但不是，肝上的也不是。就是所有都是凑巧了，赶在一块儿去了。然后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父亲之后，就在当地进一步做了一些治疗和化验，啊，结果很好。后来马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于是我就如释重负。我觉得，哦，原来生活还可以开这种玩笑，典型的逆转嘛，大逆转嘛。直到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自己这个事必须正面面对了，就正面面对这四个字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了。不能再拖着了，因为你看我妈妈这事儿，已经她都已经被误诊为胰腺癌，就差判死刑了。但是我坚持了一下，然后我妈妈的心态也没崩，我父亲也没崩，只是做了最坏的打算而已。然后那个时候你也知道自己抑郁症不想活了，不太愿意求人帮忙，但是你必须求人，你必须一个一个求，各个科室都得求，认不认识都得求。那个时候你发现豁出去了。我管他什么什么社交恐惧什么玩意儿，我就直接闯进去，就反而你获得了很多的勇气，逼到那个份儿上了。其实只要你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你没有时间抑郁的。那时候就是告诉我，你妈妈你救不救？就这么一个命题嘛。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你救了那么多人，现在就你自己妈，是吧？你自己，你得上点心，反正就说了那一句话，突然就反应就像这个命令一样输入到你的脑子里了。自己的妈妈你都不管，还要自己在这寻死觅活的，是吧？就说不过去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突然，也不是责任感还是怎么着，就突然就是把你的什么抑郁的那个东西给先给放一放了。大脑就会，我觉得大脑很神奇，就在于它能多线程工作。大脑说行，你要救妈妈是吧？行，想死这事儿我先等会儿再说，你先救你妈去吧。哎，真是这样，大脑就歇着了，我不死了，我先救你妈。所以说我觉得大脑挺神奇的，就是它能排序，它能知道哪个最重要。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找到真正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事情了，当下的也好，此刻的也好，未来的也好，你可能就不会被一些心理问题困扰，你就能容易走出来。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很重要。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是我的妻子。他那个时候在我得病比较严重的时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是给了我一阵强心剂的，因为他给我点燃了要追求爱情的这个能量，而这个能量要比我的这个抑郁的这负能量大得多。因为你要去追求一个人，然后在追求之后中呢，你也会得到肯定，因为你追到他了嘛。啊，所以说其实是那次比较严重的抑郁不是靠药物，而是靠一个人的陪伴。但是也是经历了半年的时间，但那时候我没有敢告诉他。后来我们已经相处了两三年，然后我才把这件事情跟他讲的。对，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你当时的状态是没有再发生抑郁症的？对，那个时候是没有再发生的。你跟他说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的反应是我知道。对，他说我知道你那个时候有问题。对。那他当时的心态就是想要关爱你。当时我们都很奇妙嘛，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你是他的医生。对。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得了一个肿瘤要切掉。对。所以说也很生命很奇妙嘛，我治了他的病，他也治了我的病。对。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呢就会有一些在关键的时候派来一个人告诉你一个道理。
啊，然后他把这个道理给你讲得很清楚，就是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医生也是人，你可以得病，你得病了也要像病人一样对待自己，不能硬撑着，硬撑着是没有用的。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会发现这个现实问题面前其他的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就会暴露你的三观的冲突了嘛。我跟太太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啊，就是这也是让我就人生中增加痛苦的一块。嗯，现在你和太太是你们是还是决定继续去维持这个家庭对吗？我们在考虑是否要继续维持。所以我在当时在看到心理健康素养调查的结果有这个职业差异的时候，我对医务工作者在好几个指标上得分比较低，我倒是觉得不太意外，因为他们是一个工作负荷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他而且呢他是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深入研究也好临床也好，所以这个群体很可能还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关注心理健康的问题。但反过来说呢，这个群体还真的是特别需要去了解和学习心理健康的知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对他自己有好处，比如说疫情，真正有大的灾难啊，或者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冲在第一线的往往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在这个时候他既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同时还要承担难以想象的心理方面的压力，所以学一点知识对他们保护自己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躯体方面的健康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或者是恶性病啊，还有一些呢现在有的叫新生科啊，新生医学啊，就是他的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会表现出躯体方面的症状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不解决心理方面的问题，身体方面的健康的问题恐怕解决起来的难度也非常大。心身合一啊，就是这个心身合一的观点呢，其实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提出来这一点，他会讲到这个整体观。整体观一方面是讲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界是合一的，是互相影响的。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心身合一，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和我们的心理他们是合一的，它也是互相影响的啊。所以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呢，它可能不单纯表现在情绪方面，它还会以一个躯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啊，比如说我紧张的时候我会心慌啊，对，我难过的时候我会胃疼啊。你看他的心理和他的身体他是同时在互相影响的这样一个过程。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就这种七情对于脏腑的这种损害是导致出现这种情志类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景岳那个时候在《景岳田全书》里就已经提到了叫忧郁病啊，那个时候提到忧郁病其实和现在的抑郁症它已经非常的相似了，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古代的这些医家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啊，有很丰富的这种临床的经验，也有它的相应的一个理论基础啊，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认为这种情志因素结合你的人的体质的因素，适度的情绪是可以的，过度的情绪不管是说喜怒忧思悲恐惊哪一情的情绪过度会导致人的这种脏腑的功能的损害，而脏腑的功能的损害呢会进一步的影响你的情绪会更加的异常，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严格说西医的话它好多提法跟中医很相近，从这点来说呢，就像中医实际上一直强调阴阳平衡，那么现代医学实际上也是一样，就动态平衡被打乱了，有些东西过多跟过少都是不好，当然平衡被打乱的时候，那么像终极目标是你把它平衡调整好，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方法让机体自己本身如果能调整过来的话，那可能是就我觉得是个最理想的方法。所以从这点来说可能以后包括中医一些治疗也不是说也并不完全排除掉，也许有一天比如说可以结合这中医治疗针灸治疗。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是认为是怎么把这个融合起来，也许有些中医的有些理论或者治疗手段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我们可以就继续往前推进，因为中医说实话当年的时候应该说中医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但是就是因为2000年来就基本上没有往前走。我的感觉它就像一个宝库一样，但这个宝库是锁着的，它门上是有锁的，而且这个宝库呢可能由于时间很长或者说是问津的人比较少，它这个把锁就生锈了，但是不代表这个宝库里的宝贝是没有价值的。外面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宝库里面锁着的这些宝贝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需要一把钥匙打开这个宝库的门，让大家看到这些宝贝，然后能够用到这些宝贝。一旦大家用过了体会掉了，那么大家自然会认可，自然会接受。我觉得中医呢可能现在就有点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说我们会觉得啊，抑郁症这个现代的疾病和那些针灸啊中药到底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不要说患者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医生都不知道啊，它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看到这些宝贝它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去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的。所谓融通啊，现在提倡是中西医并重，中西医要共用，好像有这个说法。不要说西医呢治重症，中医呢治轻症，这样子也有点太简单化了，因为它实际上都有它的这个优处啊，把它用在这个刀刃上就对了。懂得这一点呢，我觉得首先要有个开放的脑筋，本来就已经封闭了，说这个就是不科学，这个、就是胡说或者怎么样，你就很难接受。如果你说这个古代字留下来，它肯定是有一个原因。那么有一句话中医里面叫做扶正固本，它这个正气啊是个什么呢，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生理状态，这是正态。扶正把这个扶持你这个从不正常的变成了正常的，固本呢就是巩固你本来有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对抗疾病的一种本事。要不然你没有这个本事啊，那生命也就活不了进化到多少千万年了。所以我就觉得中医要学西医，西医也要学中医，这样融通了以后呢，自己进入一个通畅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慢慢在找的这个 point 到了哪一个点呢比较的好一点，甚至勉强说啊，一定说中医一定比西医好，西医一定比中医好，这样子太勉强。还是个人发挥一个优势的时候呢，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想到我有特别严重的阶段，那个时候就是2010年大学毕业回来，然后跟男朋友分手。我跟男朋友在一起8年，然后就我跟很多人讲说，我都就是面对面，就我们可能尝试谈恋爱的时候说，你不介意我是二婚吧，就那种感觉。然后整个人暴瘦，我1.7米，暴瘦那会儿92斤，就完全看不出来。当然那会儿就是整个情，就世界就没了，就是感觉被背叛之后，整个世界就不见了。当时我是早半年，早我当时男朋友半年回国的，然后呢，我们沟通就变得很少。然后我自己因为就是在选择工作的上面跟父母有冲突，我想做的事情和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就达不成一致。我很想找他聊一聊，但是我就发现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包括他回国之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都说他要不要在外面跟朋友玩，然后他要不然就说他没有时间，然后包括他回国那天他都没让我上机场去接他。他说他父母接完他以后，他们就直接回家了，就傻嘛，没有概念到底这是因为什么，没考虑过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持续了
大概就是从他回国持续了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状态不太对，我说你是想跟我分手吗？他说是。然后我就什么也没说。但是后来就那会儿我们还玩人人网，然后我就在人人网上面看到他晒了一张他的结婚证，领证的日期是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要分手的前两天。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可笑啊，8年的感情，你结婚你都不通知我一下是吗？就反正就那个应该是人生当中第一个打击。然后我就特别平淡的跟我爸妈说啊，我俩不合适，所以我们分手了。然后不吃饭，不是因为什么，就是不想吃，不饿。然后晚上想睡睡不着，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然后我一直也没为这件事哭过。包括到现在我提到这件事，其实我也不是说因为这件事会流眼泪，只不过就有点心疼当时自己，因为我没有探究过到底我们俩哪儿不合适，我没有追问过。我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我去他的城市找他，然后把所有有关我的东西拿回来，就是我当时当做宝贝一样的东西送给你，我不想再留在你那儿，你还给我，就是唯一做的一件事。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包括到现在我也没有联系过。然后因为我们是同学，同学聚会的时候会有同学啊，我们老师问我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大家都以为毕业以后会结婚的。我说我没办法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打击可能就是最疼的那个打击，然后我又心力不太足，没有承受得住，导致我对也没有正常的疏导，自己安慰不了自己，就没人也没人能安慰。这种事儿跟爸妈说应该会觉得很丢人吧。我会有一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是一根烟救了我。怎么讲呢，是我站在我那屋的窗户前面，我觉得生活特别没有乐趣，我觉得我活着没有意义，世界上没有人需要我，没有人爱我。然后我就点了一根烟，我说抽完这根烟要不就这样算了吧。然后点着了之后，晚上特别安静，凌晨3点4点，我突然听到那个纸，就是那个烟纸烧的声音，它啪啪的响。然后我当时觉得是啊，世界上还有一种声音，好神奇。它转移我注意力的之后，就它挽留了我的生命。我觉得就是那个声音，我就感觉就是在安静的情况下，就是有那么一个声音，就突然在你心里，你觉得这个声音好动听，就你从来没听过这种声音，好像是一种天使在告诉你，你要活下去呀，你得活着呀，你还有事要做呀，你得活着呀。是有一种把你唤醒的感觉。对，就好像有人在你身边。哎，对，活着吧。其实我现在会跟他谈论这些话题，原来我妈妈是很抗拒的。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妈妈那个，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因为我带孩子也回去了，然后孩子就说外婆怎么了，我会很那个坦率地告诉他，外婆想要就是自己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再生存了。他自然就会问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觉得这个世界多美好呀，为什么不能生存。我妈妈就很抗拒，说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包括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说，她也是会跟我说一些这种话题嘛，包括她要绝食什么的。我说不要回避这些东西，我说我觉得回避没有任何用处，不是说回避这个东西就没有了，而且这样对她其实是提前的预警，就告诉她世界上是有这样的病的，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然后以后她遇到了之后她会怎么样。我说孩子你记得，我说不管以后你在人生中遇到多大的困难，我说家里永远是你的港湾，我说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去说你的烦恼或者怎么样的。我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说但是一切都比不上生命重要。我就会很早的去
去跟他灌输这些东西，可能这个也是因为我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所以我有这样的意识。嗯，我觉得这个是我妈妈这个病带给我的一个好处之一吧，就提前一个预警。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应该是他去年已经上到研究生了，他应该从高中的时候就患病了，然后也是辗转这样治疗。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青少年患病以后他并不会说很快的时间就能得到缓解，他需要这种成长和这种治疗的这种过程还是比较长的。那整个他在大学期间我都是在有在帮助他治疗，然后他大学这种学业的话都是比较顺利的进行，也考上了研究生。那他考上研究生之后的话，嗯，他的状态我认为也是跟他也成年成长了以后有关系，到达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境界。他有一次来找我开药的时候，因为他还在进行最后的巩固治疗，就后面准备停药，他就说我特别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也特别希望就是通过你去告诉就其他的患者，就是得抑郁症根本不可怕，就说可能说在我们患病的那个过程中有一段时期是很黑暗的，然后你会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但是当你就说你配合医生，你真正的去战胜了抑郁症的时候，当你走出来回看这几年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就像蜕变了一样，就像凤凰涅槃一样，然后是有一种新的这种成长，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感谢，就说得病的这种经历。可能你在得病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啊，很倒霉啊。但是当回望的时候的话，当你获得了这些成长的时候，你会感激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曾经给了你这样一些宝贵的一些成长和人生的经验。然后这段经历也让你就说和同龄人相比的话，你是会拥有一些更稳定的更有益的一些人生体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说我把他的这种感受告诉其他就是类似的这些患者，让他们如果说当下还处在这种抑郁症的糟糕的症状过程中的时候，不要害怕啊，因为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积极的去战胜它的，当战胜了以后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新的收获。所以得病的话对于人生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完全负面的事情，它可能就说能带给我们很多这种正面的积极的一些影响，只不过这些影响可能在后面我们才能看到，所以要有耐心啊，要去等待，在这种等待的过程中呢，要去积极的配合治疗。我做那么多咨询啊，我肯定是成百上千甚至近万了，这么多年下来，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我不能排除会有，但我没有看到过完全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是我看到太多的我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爱自己的孩子的方法是错误的，都是为你好，但是我为你好的方式把孩子逼到了绝路上。所以这也是我前面跟大家谈到的，我们不仅要换位思考，而且知道时代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理解我们现在孩子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经历的一切，那么我们很容易犯这个自以为是的错误。因为一定有很多家庭说我们家都是爱呀，但我们孩子也抑郁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爱呀，它是否是能够被感知到的，它是否，我们经常在家庭治疗里面讲一个话，爱是否能流动，就是不要让爱成为一种挤压和控制。我们爱孩子的方式其实是要忠于我们内心，忠于我们自身的缺陷，就是换句话说，它是人与人的人格之爱，而不是一个我要用爱把它包裹起来，挤压到它窒息，然后呢用爱去绑架孩子，就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还在怨恨我，它不是一种控制。我觉得这种爱它是没有效能的在家里，所以应该说是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产生作用，就是它失能了，它没有被感知到，没有流动起来，这恐怕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在去年寒假的时候，因为睡眠的原因我妈妈住院，就是我妈妈身体不好嘛，然后医生是有请她做一些睡眠方面的治疗的，然后在那里治疗的时候，我妈妈慢慢地了解到，哦，原来睡眠问题、情绪的问题还有这些因素，也是因为他有了这些基础吧。然后我会建议他，我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做心理咨询，有过这些之后我再和他说这些，他好像就能够比较容易接受了。
接受了之后是他跟我爸爸就去说这些的，因为面对我爸爸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我没有办法直接去面对他。爸爸什么反应呢？当听你妈妈说了之后。他们可能应该是挺自责的，我觉得。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回，我妈妈在电话里面跟我讲说，其实他说他之前和我爸爸聊，说他觉得他们应该反思，把孩子让孩子去遭受这些。然后当时听完这话我特别特别的难过，但是这种难过呢又是一种有一种自己终于被理解了的那个感觉在。可能父母需要去调整自己，看自己是否能部分的满足孩子的要求，也许不可能完全达到，但这种部分的调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我们能良好的被孩子感知到，其实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就他会认为啊，父母其实是在调整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客观环境不可能完全满足我们，我们需要接受这种缺憾，接受父母的不完美，就像我们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一样。所以这是整个家庭在成长的过程，我们做父母的并不是要去给孩子提供一个孩子认为极端完美的世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孩子也要去有他的成长的课题，他要去接受这种不完美，并且能够成长起来，有动力去成长，有动力去寻找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就这个是孩子的任务。而是我们要遵从内心，就是我们先自爱，就是我们知道我很多地方是有缺陷，我做不好，但是我感谢你孩子能够理解我，我做不好这件事情，但是这也不妨碍我尽自己的力量去爱你。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用付出这个词，就付出就好像说了要回报，对，你一定要回报我怎样，所以我觉得这没必要。爱人其实也是一种很学会爱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这是谁说的？是你告诉我的吗？哦，对，他经常告诉我很多金句。你要知道你去爱这个人，你为他做任何事情，这都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你自己的决定，你不是为了获得什么，为了得到对方的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去做的，而是因为爱他这件事情就足够让你幸福了。有没有那种就是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还这样？我因为一旦你有这种想法了的话，这种关系就很容易变质，就会变成单方面的一种道德和情感的绑架。这是特别好的例子，当他说出这番话来，因为很多人都在说这样的话啊，我那么爱你，你怎么能这样？但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我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无怨无悔。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特别的好。你怎么看他这份职业呢？我觉得他自己首先呢，他感觉很骄傲，我很崇拜他，是真的崇拜。其实你说骄傲不完全，有的时候是很挫败的。你成功的时候，或者说你帮助到他的时候，那很骄傲，当然很骄傲，那个感觉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有时候不行的，有时候你是觉得没有那么有用。我就觉得他是有这样的，但是他说来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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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了，是就需要你了。对，就是每一次当你无力去改变些什么的时候，就想说那世界上要没有这个病多好，就没有抑郁了多好。然后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家都能啊自己明智一点理性一点，你就看不见那么多痛苦了多好。那你就失业了。就是那我换个工作呗，当然可能确实其他工作也不好做是吧。但是当时那一刻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你看着你知道做这个工作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竟然会有一种很惋惜的感觉。会后悔吗？对这个职业，哎，
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不好好学习的人，学习也不好。我初中是就是被老师开除的，因为上课给那个女孩讲鬼故事给吓哭了，然后老师就觉得我是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开除了。然后我是父母花钱上的高中，然后我高中也学习不好，但是我在高三那年就发现，就是我是学画画的嘛，我画画一直特别好，就是永远前几，就是我跟一万个人比是一万个人前几，跟五万个人比就是五万的人前几，就是所以说当时我就想说。那我就考一个学校吧，我就考了那个师范大学，就考了。我遵从了我父母的意愿。那你对行言学习过程当中，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特别直观的感受吗？嗯，我觉得他的一个，我对他的学习感受就是现在可能就是说在手工啊或者绘画技术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是他可能没有到一个就是很专业的层次，但是我觉得他在概念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比普通就是说很多的人感受都会很多，就比如说那提出了一个概念，他会把这个概念进行深思，然后剖析，然后思考，然后再有反馈，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多设计师缺失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技术这个东西嘛，你学一年不会，两三年就是就肯定就会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概念这个东西是用自己的经历啊，或者是说很多东西是来历练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转行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觉得很多没有经历过开心、没有经历过难过的人，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去做好设计，因为你也就是。体会不到别人的开心难过嘛，所以说我觉得经历点事儿是特别好的，嗯，感觉你像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就是看起来就比较有内涵，对，哎，对，强行就，因为真的挺好，他每一次的观点我觉得都很新颖，就是比如像我们做时尚，那可能就说，哎呀，这一季的流行色，比如说是灰色和黄色，那我把这个黄色从什么颜色能给人搭配出愉悦，什么颜色能搭配出高级，但是其实他关注的点就是说。我可能通过一个什么颜色来表达我的情绪，那这个情绪呢是否能给别人带到一个什么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远远比时尚升华的一层，它就是一个衣服的一个孕育的过程，就很神奇，被夸奖了就很开心，但是技术还是有待提升，这个是也是必须的，有个两三年怎么着也学会了，学习是就我现在就是一种有方向的状态，就包括我已经开始说我会去想说我们后面的课程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去憧憬说我未来可以努力，然后不一定说得到什么，但是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方向了，是吧张老师，感恩您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教你们的过程中也是就是在拯救自己的一个状态，真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抑郁的这部分的理解和感受，对于我来说是一遍我没有办法经历的，但是是一个很新的世界，而且对于我之前的很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会做出就是一个评判，我觉得是就是他在用他的方式让我了解我自己，是蛮特别的状态，就像我用一种方式让他了解他自己是一样的，就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相互的，所以说我从来没说我教过他们什么，一直都是交流一些什么，因为教这个东西是你得有很高的状态你才能教别人，但是交流并不是，就是要平等的状态交流出来的东西才更那个，就是更到点更珍贵。那你现在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下一个目标吗？就是把我们毕业设计做好，因为就是听起来还是一个蛮大的项目，我很欣慰。嗯，对啊，挺难的，这我知道挺难的呀，特别难。嗯，然后我其实昨天晚上在家跟我父母聊天的时候，我还在想，他们就问我说你毕业了以后干嘛，然后还有就是亲戚家里亲戚什么的说啊，那你会不会回北京啊，自己开个店啊什么的，我说我可能想留在张老师身边，然后跟他多学点东西，就是因为我可能真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可能才发现啊，我可能真的就是喜欢，由衷的喜欢做服装设计，然后呢我恬不知耻的说自己，我就认为自己可能在画画上面还有点天赋，因为毕竟从来没动过笔的人。哦，夸我，他第一次画画真的好厉害，就是他第一次画那个素描的时候，就他说是第一次画，但是他真的那个形，就他观察的特别准确，然后对于光影的表现也很有个人风格。因为我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画的像真的一样，而是要有个人风格。他真的就
挺厉害的。如果说之前我还是一个自己调整，然后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的一个状态的话，来这边的话可能就是已经走出那个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迷茫的那个阶段，然后开始一步一步走到正轨里面。我觉得还是发现自己内心当中最想做的事情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个东西找到以后，你很多其他事情就是自发的，就除了来学习以外，我可能就他们平时看到我上课的时候和我写作业的时候是一样，我可能回家以后就顶着34岁的高龄，然后还要熬到可能两三点，然后就会额外的去做一些补课的东西，那就是因为真的特别喜欢，然后我才会去做。我觉得这个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做你自己最想做的事，就包括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其实你还有家人，还有朋友，还有老师，还有同学，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在你的周围，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都不用有任何担心，就是有什么问题你的家人也可以帮你解决，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朋友都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就他不会影响你，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我好感动，我这个时候应该哭一下。但是真的是这种，因为就是有好多人以为自己是孤单的，其实不是，有很多人在就是在意着他们做的事儿，在意着他们的未来，就还挺就很就是所以说你做什么事儿不用担心，因为有好多人在和你一起做，包括像我现在在这聊天，我为什么能聊天，是因为我的团队在，他们很努力，然后我很信任，在这个状态下我们现在的采访是非常的就是悠闲自在的，然后其实你在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悠闲自在，因为你的身后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幅画，这是我的一个来访者，他并不是一个画家，他只是学过油画，他画的一幅画来送给我的。然后这幅画后面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叫贝尔灯塔。是在英国这个近海的一个灯塔，因为它就建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暗礁上面。原来没有这个灯塔之前呢，你可以看到一叶孤舟，是吧？孤舟上还有一人，就在那经常发生沉船的事故啊，因为漩涡很多，然后天气恶劣，狂风大浪的时候，很多人就葬身于此。那么一个叫贝尔的工程师，他就历经的磨难，在这个地方建起了灯塔。从此经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海域的沉船事故就大大的减少，甚至于可能就很少有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来访者对我工作的一种隐喻吧，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也好，还是精神科医生也好，对于那些处在惊涛骇浪的人，在他们人生的最至暗的时刻，能够给他们以陪伴和光明啊，光明，对光明的向往，至暗时刻的光，那帮助他们走出来。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有没走出来的，但是绝大多数都走出来了，而且因为我帮助的主要对象还是学生青少年为主，所以其实他们一方面其实改变的可能也更大，另外一方面改变对他们的一生影响也更大。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美好的时刻，非常美好的时刻。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就是做心理咨询也好，做一个精神科医生也好，它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它也还是一个事业，甚至某种程度来说是某种使命。你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就好像我们看那个电影里边，就说他就需要那一个火花，是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火花。那可能说对于我医生来讲的话，我的火花就是我要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那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最大意义。那对于一个家庭主妇全职妈妈来讲，她把这个家庭照顾好，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她人生最大的火花，对吧？那可能对于您来讲的话，您拍出来优秀的作品去影响到更多人的那种心灵，也可能是你们最大的火花。所以就是说每个人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价值意义都是不同的，就是我们是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在我们人生更早的时候的话，去不断的摸索，去不断的去经历，来找到就是说让你能最闪亮的那一朵火花。
我的梦想就是飞出地球，就是我很想，就是也不需要自己真的飞出去，就是可以从事一些航天方面的一些工作，就是为走出那个地球而努力之类的。因为我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我感觉外面的世界就很奇妙很美丽。就是也是当时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地球其实是很小的，然后呢它就每一个行星一个行星往外扩散，然后最后扩大到太阳系，然后银河系，然后呢又有好多个银河系。就我真的很想去探寻一下这其中的奥秘。我每周回家一次，然后大概就周末嘛，然后我每次走的时候我会抱着我爸爸妈妈，我跟他们说我爱你们，然后我亲他们一下。然后我爸和我妈都是那种就是非常古板的，也不算古板吧，就是很六七十年代那种人的样子。他们就说哎呀好恶心啊，赶紧走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感觉到开心了，那可能就是我改变他们的开始，不改变我自己影响到他们的开始。反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达我的爱，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可以模仿我这种心境。反正我就是希望能得到，也是希望会得到一些反馈，但是得不到也还行吧。如果是没以前那么失落。对，但一切启蒙老师就是从你开始的。爱你，谢谢。对，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咨询师的很大一个支援和支持，就是别人给你的反馈。比如说谁夸我了我马上记住，谁骂我了我就赶紧忘掉。然后看到来访者成长，或者是看到这些朋友们成长之后，其实自己的感觉是特别有提升的。就是不是单纯的觉得我有成就感那么简单，是你想想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啊。我其实是一个社会责任心很强的一个人，我非常非常希望的是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不光能够让自己去不断的去够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之外，我还希望我能够在力所能及范围之下去帮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过程就是生活人生的过程，创造还有广义的爱，就是我对别人的爱和我体会到的爱，这些东西大概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相信爱对不对？当然，这是人类活下去唯一的意义。什么叫抑郁症？就是没有爱了。不只是没有人爱他那么简单，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没有爱了，他不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爱他。这个世界的人那么多，但是跟他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你问我活着的意义，对，就是爱。没有爱是没有活着的意义的。有一个字跑到我脑子里来了，啊，就算是我的答案吧。这一个字就是爱。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抑郁症的人来说，他缺乏的就是爱。不管是他在小的时候，还是他在成年以后，还是怎样，啊，就是说这种爱的缺乏使他到了这个疾病的状态。那么怎么样把他从疾病的状态再拉出来，重新回到一个康复的状态，那也是爱。不管是来自医生的爱，来自家人的爱，来自社会的爱，就是这些爱才能够帮助这些抑郁的患者重新从这个抑郁的这种状态里边走出来，重获健康。现在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应该是帮助更多的生命。你相信有第二次生命吗？我相信，而且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正在经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其实今年对我来说是改变最，相较于前些年来说，因为前些年如果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治疗的过程，那今年对我来说可能是真的是重生，因为我觉得很多以前看不明白的事儿，现在看明白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用眼睛好好看过这个世界，我没有用手好好摸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所以能看见就真的是就上天的恩赐，还抱怨什么呢？你怎么形容自己？形容自己吗？
怎么形容自己啊？治愈系阿姨。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多感受，但是我有朋友说我可能坐在他们身边，我不需要说话，他们就感觉治愈了。所以还是来自外界的反馈形容一下我自己。他不是刻意的，然后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我没有去做什么能让他们觉得舒服，我觉得挺值得的一件事。好好活着吧，加油，好好活着吧。